昨日男团 Mirror 成员 Eden 吕俊安在社交网大方承认，正在到最近年纪比他大七岁的大码女神林明晶啊，惹嚟咗网民热议。已经是人夫兼人父的陈柏宇都忍不住留言，发表他对 Eden 热爱，兼正在到追紧林明晶一事的睇法。他讲话以我多年做人的经验，他可以这样回复，就足以证明他就算未追到，都已经有九成的把握。所以除了恭喜之外，亦都冇咩好讲啦，恭喜恭喜！佢呢一番留言仲获得接近8000个 like， 同埋2600次嘅转发分享。